嗯，他一个人呐，他费劲。为什么呢？他铺述这个故事啊，都是一个人。铺述场景，演绎人物，自个儿抖包袱，自个儿翻包袱。您看对口相声是两个人，两个人他就好说。您嘞，在这里抖抖抖抖抖抖，你这是赶书吗？您看单口相声是一个人，这要忘了词儿呢，没人跟提醒。对口相声两个人说，我这是在这放屁呢。谁家驴没牵住？这是，啊？你要在这儿赶书吗呢？我说相声呢。行了，赶紧回家去吧，赶紧，春耕到了，快去回家去，快去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背上你那个犁，干活去。我是那个牛啊。那你想当什么呀？你说话了。背上你那个磨，干书吗呢？我说相声，你是搅和我呢。我莫搅和你，我问问你，你是干书吗呢？我直说说相声的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说半天了，没听清。你也听半天了。嗯嗯，说书的吗？嗯，说书的老先生。什么叫说书的呀？说个三列国呀，东西汉呀，水浒聊斋济公传呀。说书的老先生，说话带调的这位，不是说评书，是说相声。说相书的吗？不是评书。您说那个评书啊，三列国东西汉，那都是评书。哦，不是相声。哎，相书吗？相声，相数，相声，相数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你啊。好，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学啊。不要紧张啊，我没紧张。对对对对，放平心态，慢慢说啊。相相相，相相相，非常的成功，非常成功。悟性特别高，主要是这个字，生生生，时时时。您成功的没有改过来，相声相时，相声相时，相声相时，相时，他学会了。你看这个人很聪明啊。我也是受到了熏陶。你很聪明啊。我这聪明啊。挺好。我跟你较这劲干嘛呀？你们俩，我说我的单口相声多好。你别说单口相声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。你们不是说相声的吗？哎，这会儿怎么说上来了？能说。你能说。你玩了。哦，你不相声演员不逗哏儿吗？净逗哏儿了，我们这得是干活呢，上班儿。你们逗哏儿，我不逗逗你吗？我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逗着玩儿。什么叫怎么逗着玩儿啊？因为我隔着你，你愿意不？能隔着他们去吗？他们乐意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看你们就挺有意思的哈。嗯。这玩意儿往这一站，你底下那么多眼睛看着你哈，嗯，你是挺挣钱吗？这玩意儿挣不挣钱那是别人的事儿，我拿我的工资。你嗯，我能不能跟你们掺和掺和？您什么？掺和掺和。您要干嘛呀？我们这儿没有磨。怎么非得拉磨呢？那您要干嘛呀？掺和掺和。什么叫掺和掺和？就是我跟你们也是说说，也挣俩快钱嘛。啊，您想说相声啊？啊，您说不了相声。我怎么说不了相声？我还告诉您，不是起不瞧，不是瞧不起你，一点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我们没有歧视，您就是说不了相声。
我祖母说不了相声。您说话有口音呢，说话有口音就说不了相声。谁说话有口音？我说话有口音？您可能自己听不出来，咱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呀。跟我念普通话。普通，我跟你学这干嘛呀？我咱说的标准的是长春的普通话呀。长春普通话。对呀、啊、哦，您原谅我，我没来过长春。我那儿你祖母没来过长春呢、哦、长春人都这么说话是吗？你没听出来吗？你可能是就昨天刚打这个关内过来的吧。是我们是闯关东过来的。哦，这是昨天刚闯过来的。嗯，这不提啊，口音不提。嗯，这个说话有口音这都是小事儿。那琢磨着您没练过，您说不了相声。我练书没有？练绕口令啊，练这个嘴皮子这个利索劲儿。您没练过，您说不了相声。这有嘛难的呢？哎，不就绕口令吗？绕口令有嘛难的？就这破玩意儿怎么不难呢？有嘛的，我在我们村里头见天听那个绕口令。您村里听？我们村里那大喇叭老放那个绕口令，老唱一唱这样：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，一张高桌，一条腿儿。您说这是蘑菇？这是桌子吗？自动麻将桌。净这小聪明，您说这个是不是绕口令啊？是绕口令。怎么了？您唱的是垮西河。怎么还垮西河了呢？西河还垮？你怎么了？垮西河，您说唱的这是大鼓绕口令。大鼓绕口令。对，跟你们那有什么区别呢？有区别。他们是唱的，我们是说的。说的比唱的难吗？当然了。是吗？是啊。你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了。嗯。你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了。干嘛？你的主人没给你喂麸子是怎么的？我现在想弄死你了，你知道不？您这犯什么毛病？这是你不说说的难吗？你来来来，我说一个，我说一个干嘛呀？你说一个呀？我说相声呢，我说你说一个，我就能学上来。谁呀？这有什么难的呢？我问谁呀？我呀。你啊、嗯，当时学上来，当时就学上来。你没练过就学不上来，脑子好使，嘴皮子溜索，当时就能学上来。这跟脑子没关系。你来。我跟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，你听着啊，这有什么难的呢？说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头蹦白拐棒棍儿。我老听那个绕口令，听着听着就会了。我嘛难的这玩意儿，说吧，来造起来，快，造起来，快，什么造起来呀？怎么那么乱呢？刚才谁啊？我说完了。我的表演已经结束了。说完了？对。我没听见。你是听不见，你净聊天了。这碰俩老乡，我们跟人聊聊天吗？那是，好家伙，你话比我还密呢。你说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啊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不许说话。我不许说话了。您听着、啊、我不说话了，我站着我也不说话了。您得听，我就听您说好不好？好好，我听话，我不说话了，我站着我听。您说吧，我快点说呀，我不说话了，我仔细听着。说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着蹦白拐棒棍儿。结束了。有么难的？就这破玩意儿有么难的？嗯啊，龙宫没有十个字儿，不到十个字吗？张嘴不就来吗？你能来吗？谁？你说来个老头拄个棍儿哪儿呢？多么难的，就这破玩意儿！不是我让您学绕口令，不是让您概括中心的思想。
琢磨了。好，你跑这破译呢是吗？说的不挺好吗？一字不差，全得学上来，这叫学对了。我刚才查字了吗？对呀，我查字了。嗯，你数的，再说一遍。差事了，您这玩意儿，我听听。听着啊，说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着棒白，白拐棒棍儿。差这么多字呢？那是，这玩意儿比拉磨难多了。简单，简单，您来呀。简单，学呀。张嘴就说出来，你当张嘴就说说。学，学。谁？你要点火是怎么着你？接哪边来的？南边啊。接南边哈。谁？接南边。嗯。接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。这老头退化了是吗？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变成猴了，怎么还返祖了？说错了吧？说错了，来了个什么？老头儿，老头儿啊，老头儿。那老猴来干什么来了？老猴我不认识他。谁？是今年边儿？嗯，今年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。老头儿，对不对？对。白胡子老头儿，嗯，得有80多岁了吧？你管他多大岁数呢？你得分析分析啊！你分析什么呀？80多岁白胡子老头儿，嗯。70多岁画白胡子是吗？60多岁黑胡子，嗯，50来岁呢，可能不留胡子。那现在留胡子的人少。是，嗯、行，说下一个啊，听这个，说扁。发生了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就下一个？你给我研究半天老头我就下一个啊，我对老头那么感兴趣呢吗？啊，再说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你后边呢？后边呢？老头后边的呢？我以为能把你骗过去了。废话，我脑子好使着呢。谁谁接那边对吧？这刚才就说对了，接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树里煮着个奶油冰棍儿，简单，成功了。哎呀，谢谢，别谢谢，太简单了，这幽默男的呢？大伙儿也太捧了，幽默男的呢？哪儿来那么一馋老头儿呢？奶油冰棍儿啊，不是白的吗？蹦白白拐棒棍儿，还有个书吗？蹦，还有个蹦呢，蹦白呀、啊！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个蹦，蹦蹦，蹦。对，老头蹦三蹦。老头踩电门上了啊！蹦三蹦、啊。锻炼身体吗？锻炼什么身体？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没有生活。蹦三蹦是锻炼身体，踩电门是抖三抖。没有生活，净这个，净这个，还有个棍儿呢，还有个棍儿呢，我棍儿啊，我知道，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个棍儿，棍儿不是手里拄着个蹦蹦棍儿蹦的棍儿，老头蹦起来接你一棍儿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因为老头恨你，为什么？白胡子老头80多岁，你不叫声老爷爷，你叫声老大爷，你管人叫老头不打你龟孙儿、嗯。您倒是一个讲文明、懂礼貌的好朋友，啊，但不能那么说，就得说老头您啊，能说就学上来，不能说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别跟我这儿研究老头嘞。谁说不上来 啊？你就是说不上来。我怎么说不上来、啊？你就是说不上来。我要能说上来呢？我是个土豆。你这个土豆没熟透啊，还泛着青皮呢。哼，看你这劲头是发芽了，是不是？
你是什么？你要能学上了，我是土豆。对了，水，听着，水。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个绷带，白拐棒棍儿。涂先生，小豆豆，来握个手吧。去啊！诚心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幽默男的张嘴不就说上来吗？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带，白拐棒棍儿，幽默男的。他来劲了，你这不瞧不起人吗？这不是那瞧不起人呢、啊？我这嘴皮子怎么了？嗯，我说的怎么不是普通话了？哎呀，啊，脑子好使，嘴皮子溜，从咱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带，白拐棒棍，怎么了？啊，张嘴就说嘛，你瞧不起人吗？姐、哎、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带，白拐棒棍儿。这就是炫技的后果。知道吗？嗯，这幽默男的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带，白拐棒棍儿。你看，越说越溜，都快赶上你了吧？哎，成功了，快赶上你们专业相声演员了吧？啊、哦，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带，白拐棒棍儿。姐北边来个黑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黑拐棒棍儿。姐东边来个绿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绿拐棒棍儿。姐西边来个红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红拐棒棍儿。打四面八方来个咖啡胡子老头，手拄着绷咖啡拐棒棍儿。幽默男的呢？啊妈，这老头受了什么辐射了是吗？坐十字路口坐在那儿，一会儿一变色。怎么了？咱说上来了。谁让你说那么多的呀？咱说上来了，说上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可不算，这不能算啊！这不算啊！这不算！咖啡胡子老头都来了，他说不算，你咖喱胡子老头来了也不行啊！咖啡胡子老头。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你怎么着？我说上来，当时学上来的。你再来一个。再说一个，你再来一个，当时就学着了。行，不怕死是吧？这有什么难的呢？你听这个，我听着呢，你说呀。干嘛呢？这是，我这召唤同类呢。我是以为你这，哎，听这个啊，哎，又来一遍，来吧，听这个，听着了。说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没有板凳宽。扁担绑在了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，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。学、这个、你绑它做嘛呢？啊，是哈。那扁担是跳水的，板凳是做人的。嗯，你绑上之后跳不了水，做不了人了吗？你甭管，你学绕口令就行。简单，快！张嘴就来，当时学上来。有么蛮难的你这玩意儿？脑聪明，嘴皮子利索，快开始。谁？嗯。接哪边来的？这哪有哪边来的呀？哦，板凳不是接哪边来的哈？他是有四条腿，但是他不会走路。我板凳。谁扁担长，对，扁担能有多么长？嗯，也就这么长，对不对？你跳水嘛，你得这么长就够用了，俩手够得着，再长够不着了，再短你跳水不行啊、嗯、你跳水走道磕脚后跟啊，对不对？扁担长，板凳宽，嗯，板凳能有多么宽？嗯，也叫屁股怎么宽？是不？啊，您是一个绕口令理论家呀。谁？嗯，板凳长，对，板凳宽，嗯。板
都没有饼子长。饼子？是我叔吗？我饿了，可能是。什么饼子？干嘛呀？饼，说说扁子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饼棒，棒的了棒，棒的了棒。山东快书俺不会。来，平安，来，来了啊！山，扁的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的长，扁的没有板凳宽，板凳绑在了板凳上。板凳不让板凳绑在了板凳上，板凳偏让板凳绑在了板凳上，完事了。你我哪里呢？扁担呢？扁担离奇失踪事件。这玩意儿走进科学能演四集。俩板凳你绑一块干嘛呀您啊？扁担呢？我哪知道啊？扁担不跳水去了吗？不是没说他是干嘛去了，您说的里头扁担绑在板凳上，那个扁担去哪儿了？你没说呀都。我把扁担拉井边上了。我没说扁担是吧？多新鲜！行了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说，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了绑在了，扁担不。你干什么呀你啊？你犯什么浪啊你在这儿犯什么浪啊？我知道毛病在哪儿了，老有山东快书的事儿啊。我知道毛病在哪儿了。嗯，你看啊，你看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，你看我这会儿说板凳了吧，我说板凳我伸什么手呢？谁让你加动作的呀？这不你看我说肉肯定有那么忙的吗？我你要不加身上也能说上来了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你看这来两下就对了，再把连着来两下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哎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说扁担非要绑在板凳上，这个板凳非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这个板凳这个你拿根绳绑上不就完了吗？唉，累死了！你说，你说闯个关东容易吗？你来吧，开始，对吧？当时学上来，太累了。这不是我不学啊，嗯，太累了，这比在家搓大粪还累呢。唉，这么着，你换一个吧。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你换一个，不是我说不上来啊。是，确实。这太累了，这个。这又扁的又板凳的，我这实在是我汗都出来了。确实有点小，对不对？小困难。你换一个，换一个啊！哎，换一个短小精悍的。啊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哎，你听那个啊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糊弄啥子呢？您是被口水呛着了吗？不是，你糊弄啥子呢？我怎么糊弄你了？就这破玩意儿，我们村大傻子都会。你们笑什么？你们村大傻子都会。对呀。哦，还有人冒充你。你们乐什么呀？不是。那您学呀、啊，快来，您脑子好使啊，对不对？您脑子好多使好使啊，好使，
这个我可听出来了，你们这相声演员太坏了。 你脑子不好使吗？嘴皮子利索，可是当时就学上来了，当时咱就能说上来，说上来，说着当时就说上来，说呀，说吃皮条不吃皮条啊，吃皮条不是不是，你们还不用嚼着都吃平头，吃分头呢，还吃片头，吃什么？吃扁的，吃扁的干什么呀？吃什么扁的呢？吃什么？吃葡萄，吃皮不是葡萄，撇苔，葡萄，撇苔，葡萄，麦苔，葡萄，撇苔，葡萄，葡萄，随便。葡萄，这不会说吗？逗你玩的，他老逗我玩，吃葡萄吗？不就是帅帅吃葡萄。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。哎，简单说上来了。嗯，上回食物中毒就是那么吃的吧？怎么还食物中毒了呢？那花生仁儿啊。那怎么说呀？您手里再说一遍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。嗯，您手里再说一遍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哎呀，真好真好啊！您手里再说一遍啊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太棒了！你手里再说一遍。我想打针胰岛素，血糖有点上来了。吃了好些个葡萄了，已经。找住特点了。嗯嗯。从他刚才说的时候，我找着这个技巧了。什么技巧？首先，你说这个绕口令，你得有嘴。废话。可不得有嘴吗？这是真理呀、啊！那是没有嘴你说不了。哎哎，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。什么叫小薄？什么是小薄片嘴呢？不明白。你看我这个了吗？我这就是小薄片嘴、嗯，他那个就不行。我这个皇上他妈怎么讲？太后。我还太后，你看你那个嘴跟你那个牙，就是皇上他奶奶太皇太后。你看人家这个人说话就很幽默啊。什么叫幽默呀？很幽默。什么叫太后啊？太后吗？你甭管我，你学上来就行。我学着，我你能学上来吗？你边上你要不说话，我就学上来了。你听着吧。啊，你说呀。谁？谁？嗯，你不能使劲啊，不能使劲，不能使拙劲。对了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轻轻的，你就这么一听啊。你看怎么碰出来的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哎，说上来了。好，为你喝彩。谢谢谢谢。行，照相吧。行行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我不给你颁奖。啊，说上来了，简单不简单啊？再见。这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太简单了。拜拜。哄我干什么？我说上来了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行行行，哎，利索不利索？是利索。快赶上你了吧？啊、是是是。快赶上你那个太皇太后了吧？哎，行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行行，利索不利索？我回家吧，说不利索？说上来就可以了。哎、我告诉你，我就这破玩意儿，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。谁让你说三个？中间不喘气儿啊！中间不喘气儿，谁中间要喘气儿，谁是孙子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您这是三个中间不喘气儿，我这是、哎、什么毛病？这是三个中间不喘气儿，不呼吸，没有呼吸，一点空气都不给，不喘气儿啊！对，一点气都留给自己。谁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听听这掌声，行？你听听，行？你听听，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。
中间不喘气啊，不喘气儿，水。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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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就这个，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。掌声不断，节目不断。哎，掌声热烈，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。哎，掌声热烈，俩演俩小品啥的，整啊，造啊，香啊。哎，我现在不着急了，什么？我刚才数数没了，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？哎，我很清晰的记住，我说说18个。蒙撞了，人来疯儿，哎，人一多一鼓掌，我是。有人说有点多了哈，嗯，来吧，你能来说吗？18个，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？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？对吧？那就是死啊！没想到你看穿了，你们是来看杀人来了吗？已经看透了这一切了。18个，行，来，大老爷们往这一站，嗯，对不对？堂堂七尺男儿，再往这一站，有病吧你们？我七尺男儿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堂堂八尺男儿。堂堂一个男儿，往这一，我做个手术去啊！不要垂死挣扎了。堂堂一老爷们儿，说话就得算数，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往这一站，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，就如撒出来泼出去的水，嗯，收不回来了。一点不轻浮，老爷们往这一站，一个唾沫一口痰，上多大火这是，一个地儿，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说了就得算数，哎，一言难尽，不是那个一言既出，哎，五马分尸全想起来了，驷马难追，驷马分尸啊！嗯，既然说出来了，嗯，咱就得做到了。来啊，不就是18个吗？嗯，不就是死吗？嗯，不用鼓掌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。你看看，你们不就想看我死吗？你看。大伙买票这不是找刺激来了吗？是，我还得扫定扫定长春火葬场在哪儿，人生地不熟的。嗯，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？打电话，别打电话了，你待会儿你有一个特殊功能，会托梦，你不知道吗？18个啊，18个，快来。哎，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，死就死了。嗯，就你们呢，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？人要死了，他喊加油，什么人呀？这都是，确实有点残忍，不过我喜欢。
你十八个，嗯，来吧。哎呦，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。那是。再喘两口，一会儿就喘不住了。快来吧，雪，雪。吃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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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行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嘿嘿嘿，哎哎，行了，快点，不得兵儿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我没死吧？这里没有尸体吧？你们还看得见我呀？你们是太刺了，我还活着，是的，我又活了，五马没有分尸，行行，谢谢你，回家吧，快，我回家吧，怎么了？不学上来了吗？学生来了，对对对对，学生来回家干什么呀？我说相声啊。你说什么相声？这不让你学上了就回家了吗？你们这是这破玩意儿，我说上来了，我活了，知道吗？我活了，我用生命来争取，你让我回家，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？我没死啊。行行行行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。这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，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有什么找面子的？真有意还找着面？我丢人了吗？丢人了吗？行 行好，找什么面子呀？好，我好，你再听一个，我跟你说一男的，嘿，你甭说男的，你来个女的，我也不服。来，好，哎呀，听着啊，我听着了，说。打南边来那个喇嘛，手里，你干嘛干嘛？我问问你，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？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？喇嘛，啊，喇嘛，喇嘛，喇嘛，对，哦，和尚，对，行，俺知道了。哎，嗯，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，北边来。等会儿。问清楚了，这小子坏，我跟你说，他怕我说上来，你知道吗？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？不是，什么东西啊？塔嘛。哦，塔嘛，塔嘛。接着说吧。北边来这个哑巴，腰里头。北边来的叔叔吗？哑巴不是嘎了哈。对。哦。接着说。腰里头别着个喇叭，吹的滚，干什么呀？我怕吓一跳。我不吓唬你，喇叭我知道。喇叭知道啊？知道，你接着说吧。滴滴答，滴滴答。哎，对，喇叭。嗯、啊，您听我说啊。打南边来这个喇嘛，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，腰里头别这个喇叭。南来提塔嘛的喇嘛，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；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，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，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。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，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，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。再见，拜拜，回来。
不说吗？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啊！不能来吗？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，你这玩意儿，啊？男子不是聪明吗？嘴皮子不是溜松吗？你睡呀，睡。幽默男的，哎，这幽默男的，张嘴不就来吗？嗯，帅。到哪边来的？南边，在南边来的。南边，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。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？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？嗯，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？爷儿俩，你管你管着管不着你？说呀，来呀，接南边吗？南边，接南边来了个喇嘛。喇嘛，说对了不？对对对，棒棒。手里递了五斤塔吗？好，嗯，对。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。腰里别着一个喇叭，南来的塔嘛，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，换哑巴的那个喇叭，哑巴不乐意换呢。为什么不乐意换呢？哑巴看出来了，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。他眼神可好使啊。哑巴不乐意换，嗯，喇嘛当时就急了，嗯，喇嘛一急，喇嘛就拿那个塔嘛，啪嚓，哦，就给哑巴一塔嘛，哦，一打哑巴也急了，对，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，他也憋得慌啊，嗯，你打我，嗯，哑巴当时就摔了，对。哑巴是太神奇了，嚷啥呀？不是这一喇嘛下去，啪嚓是开关是吗？什么开关啊？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。哑巴哪有开关啊？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。哑巴能说话吗？胡说八道！谁说的？哑巴能说话吗？谁说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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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扪心自问，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错了。你弄死我！什么脾气呀？这是。哑巴刚要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他能说出来吗？说到哪儿忘了吧？你就去边上搅和。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。我不是搅和你，您得说对了。我说您说对了，我拦你干嘛呀？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。那你说呀。说对了。说呀。打哪儿说？打头来不？那行，从头来，从新开始。你嘞，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！刚才这一段白演了，我又。我说干嘛？从哪个头开始啊？打哪个头开始啊？喇嘛塔嘛，喇嘛塔嘛。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，不是白胡子老头哥，街那边来个喇嘛，手里递了五斤塔嘛。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一个喇叭。南来递塔嘛，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。的那个喇叭，哑巴不乐意换呢。又到这儿了，哑巴看出来了，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，这不够五斤。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，对呀，嗯，你不换，嗯，喇嘛暴脾气，是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。就给哑巴一塔嘛，对，哑巴也急了，嗯，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，他憋得慌，这难受啊！先一打哑巴就可以没说话，心里话，内心对白啊，嗯，
内心活动。我不换你打我。